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るーちゃんです。2020年のバレンタインも手作りチョコにします。今年はいつもと違い、オープンを使ってブラウニーを作ります。彼が喜んでくれたらいいな。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愛情を込めてブラウニーを作ったぞ。 Hello 大家好，我是鹿酱。我现在在乐福德要去买情人节要送给文档的手做巧克力的手工包组合。那日本的情人节每周很盛大，给大家看一下光是一个情人节乐福德要做成什么样子。这个 loft 超级大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呢，全部都是情人节区域哦。哦，熊本人好少，拍起来就是开心。有卖这种现成的巧克力，像这个熊熊就很可爱。那还有 Pocky 出的情人节特别包装，这个也很可爱耶。这个就很适合拿去送给部下或是一些朋友，就很体面又很可爱。而且他们都很贴心，都已经有像这样子小小简单的包装。这个小包装的巧克力是日币480日元，你觉得还能接受？这种动物包装是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一盒是500日元。那这种已经有包装好的，比较像是义理巧克力，就是送给朋友啊，或是送给不是本命的人，超酷。还有这种手铐的巧克力，还有降旗的巧克力，这种就很适合拿来送给爷爷啊。哇，这感谢巧克力才100日元，怎么这么不值钱？也有这种是送给小朋友的，面包超人这种比较小孩子的，还有名侦探柯南的，应该很多柯南迷会想到这个吧。那这边呢就是手作区，送给本命的人呢就是一定要送手作巧克力。那 loft 很贴心，都分蛮细的，像这一区的话就是装饰，那这一区呢就是最有人气的，如果没时间或不知道选什么的，你就可以选这一区。还有节省你的时间的这种派皮啊塔皮都已经帮你做好了。哇，我不知道选什么，我怎么办？还有巧克力笔也太可爱了吧。我觉得现在来熊本，我第一个感觉最深刻的就是拍影片太好拍了，因为人太少了。而且我觉得熊本的店员那些都很亲切，就是可能人没有那么多，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烦躁，超可爱。他们每个手座旁边都会有 loft 店员做的，就长这样，让大家想象一下做出来会长怎样。越来越期待。我刚刚看到这个包装，本来不知道这是装什么的，转到后面一看，它竟然是装马卡龙的。日本人好猛哦，日本人真的是拼尽生命在过情人节，我也不能输，我要成为台湾之光。我现在已经买完出来了，我差不多逛了一个小时吧，在那个小时边想文章的事情边选，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这个可能才是情人节的真谛。好啦，不讲那么多废话，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一张卡片，还有两个手作包。第一个手作包是这个巧克力布朗尼，这是第二个手作包，熊熊巧克力派，很符合熊本的感觉哦。我特别挑了一个熊。最后一个是小卡片，因为我很喜欢刺猬，所以这次呢又选了刺猬的情人节版。而且 loft 超可爱的，像有这个情人节限定的讯息卡，可以把它贴在纸袋上，这边可以写你想要写给对方的话。希望文档会很开心。从前两年开始，我就会自己做手做巧克力那些给文档，可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烤箱，我都是做那种用冷藏就可以做好的东西。今年我觉得不行这样子，我要上网买个烤箱。看我为了文档的这个情人节多么的费心思，文档真应该要跪下来感谢我。好，那现在我要坐车回去了。好，我现在要来做情人节巧克力了。我先从布朗尼开始做好了，因为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简单。先把它拆开看一下，有一袋巧克力，装布朗尼的小纸盒，还有包装的袋子，还有装饰的糖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它的日文叫做 Butter Chocolate Mix， 里面还有附一个说明书，而且还蛮贴心的，只要扫 QR code 就可以看怎么做的影片，里面的顺序也都写得蛮清楚的，感觉好像其实没有很难呢，我应该可以。好，那我们就开始做吧。这里是我的小厨房，这个冰箱呢是我们本来的冰箱，旁边那个是文章大学的时候的冰箱。那就开始做吧。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拿一个碗，然后把所有巧克力还有奶油放进去。他说可以用80度的水加热，或者是用微波炉。我用微波炉吧，感觉比较简单。80度的水反而更难。嗯，巧克力都放进去了，然后再放25G 的奶油，这样一条是100G， 所以差不多1/4吧。25G 的奶油放到巧克力里面，拿去加热，它500W 热1分钟。可是因为我们这微波炉比较旧一点，给它加热1分半好了。我之后在这个家想要努力的做菜，然后跟文当一起晚上边看电视边吃晚餐，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有一些平凡的小幸福，人生就很满足了。现在已经加热完了，来搅一下，有一种咸味的感觉。下一个步骤是要在碗里面放一个蛋，还有牛奶搅拌，差不多搅了30秒。搅搅搅，然后加入刚才这个卡多修格兰 mix 进去，继续搅。尴尬，我这个碗太小，超难搅，太难搅了。
太难嚼，太小了。他说他嚼到有点白白的感觉，应该是有吧？我觉得很香哎。嚼完之后呢，要放到一开始融化的巧克力里面，再嚼三十秒。我设定一下三十秒。那我们嚼三十秒，开始。嚼这个好累哦。我觉得这次应该成功啊！来了，我再搅一下好了，给大家看它现在长这样，还蛮成功的吧？接下来就是要把刚才我搅的那个放到这个形状里面，放进去再拿去烤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应该是最难的，因为要放到完全平均均等。我要放喽，每个都先放一坨好了。其实这只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真的要烤的东西给文当哎，不知道他会很开心，希望他会很开心。你们有听到一个嗡嗡嗡的声音吗？那是我们家的冰箱，怎么感觉快没了？可是这个还蛮粘稠的，觉得有点失败，怎么这么稠？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失败了，因为它其实不应该不是这么稠，应该是液体状的。哎，但是我相信放到烤箱里面应该就会好，我还是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加油！上面写烤箱要先预热160度，然后再烤16到18分钟。我刚才已经预热了，现在把它放进去，设定170度，先烤15分钟，然后之后再多转3分钟。好，那先不管刚才那个容易失败的，我们现在做另外一个巧克力塔。这个的话应该就超简单，里面有一个塔皮，然后也是一样很多巧克力，还有2支巧克力笔拿来画画的。去年我也有画，去年画的有点惨不忍睹，今年我学会了。今年我知道用牙签了，它不会留下来。希望今年可以做比去年成功。哎，这个没有说明书哎啊，它的说明书是写在这个盒底，这边也写得很清楚。一直闻到后面的巧克力香，神啊！拜托我这个烤出来其实是很成功的，都靠它了。牛奶要加1匙，1匙好难估哦。然后他说用微波炉加热10秒，搅一搅，让它完全混在一起为止。它变成这个液体状态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要把这个塔皮拿出来，然后把这巧克力放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个耳朵比较难弄到巧克力的地方，用牙签把它推过去。这饼干好香哦，这饼干感觉也可以单吃。那我要开始把巧克力挖进去了，这感觉比刚才的布朗尼还简单多。可以的，还是比刚才那个还简单呢。那巧克力放完之后呢，差不多让它放个20分钟，让它冷却一下，让巧克力固定。开始，嘣。刚才我布朗尼已经烤好了，我拿出来之后它长这样，它成功了。虽然形状没有这么漂亮，但是也差不了多少了吧。天哪，我竟然成功了，好开心哦。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撒上糖粉。太感动了，没想到我竟然可以成功。我本来想说一定会失败，然后完了，就没想到我竟然成功了。 Oh my god， 今天晚上文当回来我就要给他吃了，希望他会很开心。撒上糖粉之后觉得更像一回事，我太开心了，没想到这么漂亮。我有点担心，我先自己试吃一个好了。我选了一个长得最丑的，有点焦焦的。いただきます。 Oh my god， 大成功，好好吃哦，感觉文当会超开心的，好吃耶。接下来就是要装袋啦，因为装饰袋上面的贴纸超可爱的，还写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完全是我要对文当讲的话。好，我要装袋了，看装袋是超可爱的，然后后面这边要贴贴纸。觉得情人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节日耶，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样花时间做这些事情，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他笑得很开心。接下来把巧克力笔放到热水里面，让巧克力融化，就可以在熊熊的脸上面画画。希望我不要像去年一样把它画坏，好紧张哦。好像还可以。好了，嘴巴的部分都画完了，有一些帮他们加眼睛，看起来非常很恐怖。用鬼斧神工，用我的牙签把它变圆。怎么变得越来越惨？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我还帮这个熊戴他口罩。怎么没有口罩感？渐渐往奇怪的方向前进了呢。我放弃白巧克力，直接画黑巧克力。我的目标是要画出这一只。我的目标是要画出这一只。应该看得出来在笑吧？有吧，这边应该还算可以。有点猎奇哦。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这口剪得太粗了。没关系，算了，我相信文当懂的。其实也可以用背面画画，这么可爱，我来试试看。好、哦，这个是包装盒上的装饰，这个是我的，完全不一样的。没关系，我相信重要是心意。接下来把这些饼干放冷藏，放30分钟就可以吃了。看起来不是很好吃。接下来就是等文当回来要送礼物给他。刚才那熊饼干就算了，可是我第一次这样自己烤东西送给他，希望他会超开心的。现在我们文当已经回家了，让他坐在房间里面遮住眼睛，给他看惊喜。Happy Valentine！Happy Valentine's！ 何これ？私が作ったブラウニーとチョコパイ。だからいい匂いしたんだ、家帰って。すごいじゃん。これはちょっと失敗してるんだけど、これはめっちゃ成功してる。いつものヤクザじゃん。ありがとう、ルーちゃん。うくち。サングラスかけたサンタクロースみたい。違うよ、あれウイルスのマスクだよ。写真。これ一応ハートなんよね。ハートにしか見えなくない？桃かと思った。才不是桃子嘞！一から最初から作った。嗯。偉いじゃん。うまい！
本当本当びっくりした。初めて物を焼いたよ、私。うーちゃんがこんな美味しい料理作れるの知らなかった。外カリカリだね。那你明天带一个去公司吃。うん。マジでうまい。好开心哦。谢谢。不客气。说真的，我还真不想吃。那个熊好丑。好啦，好吃吗？可以吗？好吃吗？我看到这个会完全丧失食欲，文当竟然还喜欢吃。好吃。欸，我好意外哦，这个超好吃的。其实我还有另外写卡片给文当。ふーちゃんへ。ぽろん。2020年のバレンタインだね。何年も一緒に過ごしたが、年々愛が増えてます。いつも私のことを大切に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いつもそばで支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これからも平和で幸せで過ごしますように、ルーちゃんより。感動した。ありがとう。不客气。僕もこれからルーちゃんと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から、頑張りましょう。うん。ありがとう。あなためちゃ感動してる。うん。開心。どれが好吃？これ。もう一個食おう。またニキビ増えちゃうな。いいじゃん、1年1回だけだから。マジでうまい。びっくりしたよ。接下来我会做更多更多东西给文当吃。楽しい。これからは熊本でルーちゃんとあと仕事も。全てうまく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ます。有这个布朗尼，一定什么都可以成功。好，安妮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大家再见，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大切。